刚才水滴到那个。有了有了有了。那个、啊、那个是螃蟹，螃蟹是螃蟹，螃蟹没有错。哎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螃蟹螃蟹，不错不错，哈哈。哎、是是是是是，等一会没事没事，等一会我们先看了先。对对对，先看。所以这些死鱼小鱼都由它。它就会吸引螃蟹来吃，刚好是当捕捕鱼。对对，哎，今天是不是会那个不退缸了？开始那个水会不退缸了，可能，所以他们那么快下来。有可能哦。对，所以我们也要，今天都知道了，我们也要抓紧时间。哎，好奇怪哦，还没退到底缸上来了。昨天晚上都会退缸的，今天为什么退不缸了？有点奇怪。没有鱼，没有，没有就放下去就好了。对，这边有吗？没有。这几天都没鱼啊，已经有、哦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已经有几天没鱼了。有一只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是我绑的那个诱饵、哦，我绑的一些诱饵在这里。没有，哇，这个网怎么会卡在一起了？没有嘞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了。有啦，希望有啦，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，希望有，希望有。哎呀，那个网都好像卡在一起了，为什么都卡在一起了？为什么会这样卷在一起？这个死鱼是白天的。一天要收两回哦，一天要收两次的哦。那边有一只小螃蟹，还有一只小鱼，很小很小的鱼。一般这些小鱼我都不会拿的了。嗯。啊，你哇，你小心石头哦。到了一个尽头了。啊，对，快到尽头了。那个是白天的，白天就在这里了。这个是有人说是叫浪花蟹，有人叫黎明蟹。没有没有，那个是也是白天的。这个不要了，这个不要了。没有啊，真的没鱼。哎呀，好几天没有鱼了，好几天没中鱼。嗯，没有，就一只螃蟹而已了。哎，还是活的。这个不要了，这个它没怎么肉的这个。啊，被啃光了。这个，哦，这个是我白天把它那个压碎了，然后用来吸引那个螃蟹的。没有了，哇哇。这个不错玩的。可爱哦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哎，有人放到那边去耶。啊？有人放到那边去耶，那个人在那里啊。没有没有，那个是一根那个木柱。哎，好奇怪哦，今天怎么不退缸底了呢？水还这么深啊，有点莫名其妙啊。哇，我刚才那个有一滴水滴到我的手机，然后就那个断掉，我现在要重录的，是重录。我要报一下，我现在是在收鱼啊。今天晚上呢是12点下来收鱼。本来应该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已经干潮底的了，现在还水还这么高了，到半个石盖那么高了。